吃鸡即将上线一款玛莎拉蒂的载具皮肤，在很早之前就出现过两款载具皮肤，分别是南瓜皮肤和浪花皮肤。就算出载具皮肤也不足为奇，因为这是迟早的事。不过这款新登场的皮肤与以往的载具皮肤截然不同，甚至比国际服的载具皮肤还要高出一个档次。瞧，这小轿车的外观硬生生的变成了玛莎拉蒂，就连车的内饰和方向盘都是玛莎拉蒂的标志。一旦跑起来的时候，这声浪，爱了爱了。不过倒有一点，这么牛的豪车却跑不过游戏中的摩托车，这配置也不行呀。这款皮肤分别有三个颜色，蓝色、黄色和粉色，最受玩家欢迎的还是黄色和粉色。黄色有种土豪版的感觉，而喜欢粉色的女孩居多。上线的时间是1月24号，官方选择玛莎拉蒂作为载具的外观是因为人往高处走，钱往裤兜流啊，你懂得。在不久的将来，这些吉普呀、蹦蹦呀、雪橇呀，会不会也出一个联名皮肤？过不了多久，我就是这游戏中最靓的改。Okay.